大家好，欢迎来到信用中和澳大利亚全中文税务与财务知识更新讲座。我是审计合伙人 Bessie，今天的税务部分由我同事在 Brisbane 的 Vincent、墨尔本的 James 以及在悉尼的 Leo 和 Michael 带来。随后，我和 Perth 办公室的审计总监 Neville 给大家讲解财务更新。澳洲的新冠疫情依然严峻，大家都经历了不同方面的打击，各有各的故事。但是今天大家能够来到参加我们的线上技术性讲座，这说明我们是最坚强的人。在开始之前啊，我们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问候大家，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会长、中远海运澳洲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哲瑜先生为我们讲话。好，在澳洲好，各位信用综合澳大利亚合伙人，各位来宾，各位会员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荣幸啊，今天有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个短暂的交流。那么大家也清楚，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呢，我们总商会呢，全体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呢，都搬到了线上，啊，这也是疫情防控的需要。那么虽然形势改变了，各个会员单位呢，还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啊，所以我们这个线上的活动呢，依然非常活跃，各个单位报名呢，都非常积极踊跃。那么一直参加这项活动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总商会和信用综合举办的这个税务和财务的更新的讲座呢，是从2016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是第五年了。那五年以来呢，这个活动呢，规模是也是越办越大。啊，这个专业水平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得到了我们广大的会员单位和各界来宾的广泛的好评。那么这项活动呢，之所以这么成功呢，离不开我们信用综合啊对市场这个观察的敏锐力啊，也离不开整个信用综合这个高度的专业的团队的实力啊，更加离不开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合伙人的不懈的努力和给予我们总商会的大力的支持。那么在这里呢，我代表总商会，向信用综合澳大利亚会计事务所五年以来给予总商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同时也对在座的各会员单位啊积极的参与、大力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大家也知道，作为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守法合规，那么正确的理解和遵守我们住宅国的财税政策，是我们企业合法合规的经营的重中之重啊。那尤其是当前这个情况，那个新冠疫情呢非常严重啊，仍然肆虐于全球，世界经济也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各个国家呢，为维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纷纷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刺激政策啊，变革举措，来帮助提振经济、促进民生啊。关键还是要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啊，减少这个社会的不稳定的各方面的因素，帮助我们企业和个人民众渡过难关。那这里边呢，财税政策的更新和变革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对这个保障民生啊，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啊，也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见效最快啊，见效最快、最直接的一个举措。所以澳大利亚呢是属于英联邦国家，那么这个财税政策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和健全啊，当然也比较复杂，那么所以相信各公司呢在日常经营当中啊都非常关注澳洲的财税政策和法律法规啊。长期以来呢，各个企业呢在推动合法合规发展的同时呢，也为当地社会也做了很多的贡献啊，尤其是我们中资企业、各华人企业啊，为当地社会、我们一房纳税都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这几年以来呢，因为中澳关系呢持续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啊，给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呢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和不确定的因素，也给在澳的各界企业的经营也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我想呢，这两年大家跟我的感觉一样的啊，这两年是确实是有点难啊，甚至有的企业会感觉太难了。不论是中资企业啊，还是在当地的华人企业，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这个疫情呢，未来还不得而知，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情况，大家还不清楚啊。这个市场的变化也难以预测，所以呢，各单位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具体到财税政策方面呢，这两年以来呢，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很多的重大的变革啊，包括这个去年的联邦预算的重大的更新，以及各州各政府对于企业和员工的具体的补贴的政策啊，企业的税务政策的调整等等各方面啊。那么随着贸易关系的这个中澳贸易关系的持续的变化，以及疫情的发展啊，这些政策呢也在反复的变化，反复的调整啊，所以呢，大家都迫切的需要有专业团队为我们提供比较这个全面详细的具体可以操作的一些解读和建议。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组织这次讲座的意义所在啊，希望通过这次讲座呢，这个增强大家的交流，大家都能够找到更多的想要的答案，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啊，也希望这次讲座能够为各会员单位、各中资企业、华人企业合法合规的经营、合法合规的纳税啊、合法合规的退税以及享受各项补贴政策提供帮助和支持。那同时呢，我们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呢将继续的致力于各行业的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啊，努力为我们会员企业啊这个排忧解难，鼓励会员这个通过我们的商会的平台来分享信息啊，增进交流，共同提升啊，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时间啊，大家抱团取暖，相互支持，互通有无就显得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总商会呢一定会继续的从广大会员的实际需求出发，不遗余力的组织和举办各类高质量的专业讲座啊，这个研讨会，为会员单位呢搭建交流的平台，为我们会员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经营实现更大的成功呢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最后呢，我提前预祝本次活动呢圆满成功，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这个工作顺利，在疫情期间多多保重。好，谢谢张院长啊。感谢周一总，感谢您对我们努力的认可，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也借此机会代表各中资企业感谢您和各位商会领导在危机中给我们的指引与关怀。您们的付出我们也是看得到的，您辛苦了。OK， 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在过程中呢，希望您通过 Q&A 的功能多多问问题。那如果我们来不及在线回答的话，我们一定会之后答复您。下面就请 James 给大家带来联邦预算重点事宜跟进。Hello, James。谢谢 Bessie。谢谢 Bessie， 各位大家好。各位下午好，对不起。五月份发布的 Federal Budget 联邦预算公布了一系列的税收措施。一些主要的措施我在这个表格里已经列了出来。我会和大家快速回顾一下那些没有其他额外更新的措施，然后和大家着重的分享最新的措施指南。您可能还记得，对于税务居民身份的判断在预算中公布了修订。通常确认纳税人所在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有很多不同的测试和因素，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相同的。为了简化这个流程，政府宣布将用新的一级和两级测试方式来取代现有的测试的规则。一级测试将是一个简单的明线，我们叫 bright line 测试。根据一级的测试，在任何税务年度里，在澳洲如果实际居住超过了183天，那就会被判定为澳洲的纳税人。
如果不符合一级测试的要求，比如说只有170天，那还得看二级测试来判定是不是澳洲的纳税人。二级测试将是取决于容身地和其他可量化的客观的标准。这些细节现在还没有出来。这个修订呢，会简化判定的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边经常走动的人，也将为税务居民身份提供更加多的确定性，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周期。我相信我们现在多数的观众还是在这个 lockdown 里面，因为疫情的周期的延长，一些疫情相关的税收的优惠的政策也相同的被延长了。你有可能记得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是资产一次性的折扣 temporary full expensing 和税务亏损的转回 loss carry back 这些税务优惠的政策，这些都被延长了一年，目前周期一直到2023年的6月份。此外，联邦的预算还宣布了一些针对数字经济特别的一些税务的优惠政策，这包括为游戏开发商提供 30% 的可退税税收抵免 refundable tax offset， 用于符合条件的澳洲游戏开发支出。除此以外，新的预算案还允许相关纳税人自我评估某些无形资产，就 intangible asset， 它的摊销年限，而不是要求使用法律制定的摊销年限。这些宣布的措施目前并没有进一步的更新，一旦有更新的话，我们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分享。好，接下来我想来看看专利和 patent box 相关的一些案例。你可能还记得联邦预算宣布将专利和产生的收入的税率降低到 17%。 针对这个措施呢，政府最新是发布了一个 discussion paper。 这个 discussion paper 大体来说，政府的这一措施的目的是推进研发，并通过鼓励公司在澳洲开展研发活动来支持技术工作。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鼓励公司在当地进行研发并保留相关专利和工作在澳洲的措施。在这个基础上，17%的优惠税率仅适用于公司在澳洲发生的专利研发支出所产生的收入部分，因此需要确定所获得的收入是可以被认定为从专利中产生的收入。这些收入可能呢是会包括比如说 royalty license 费用、卖专利商品或服务的收入，或在生产中使用专利方法所产生的收入类型等等。另外，我们也需要确定开发专利产品的相关的支出的类型，比如说关于此项目的支出是否发生在澳大利亚。虽然目前的专利和这个政策限制在 medical 和 biotech 方面的研究，政府在预算中表达以后是有计划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包括 renewable clean technology 这块。一旦立法，我们会看到更加多的细节，到时候再与大家进一步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新的概念，它叫集体投资公司 Corporate 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 还有短说就是 CCIV。 通常来说，澳洲这里基金都是以信托这个形式来开展的，但是有些外国投资者，包括我们中国，对信托这个概念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政府引入了这个 CCIV 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 CCIV 是一家根据澳洲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它不是一个法定
法定的一个信托。以下是一些关于 CCIB 的监管要求和介绍。CCIB 的结构是一个散装工具 umbrella vehicle， 它包含至少有一个子基金 sub fund， 构成 CCIB 投资业务的每项资产和亏损必须分配给一个 sub fund， 并与其他的 sub fund 分开。每个 sub fund 没有单独的法人资格，唯一的法人实体是 CCIB 它本身。CCIB 的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持有适当的 AFSL 的 public 公众公司。尽管 CCIB 是一家合法形式的公司，但从税务的角度，它被认定为信托。这是如何工作的呢？每个 CCIB 的 sub fund 都会视为一个单独的单位信托，一个 unit trust。Sub fund 它的股份也会被视为信托中的单位 unit。CCIB 被视为每个单位信托的 trustee 或托管方。CCIB 的成员也被视为每个相关单位信托的受益人。所以因此 CCIB 在税法上的应用和信托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CCIB 不需要交纳公司税，而是被看作为信托的一样的一个穿透实体。在投资者的层面呢，是会交纳，就直接这个税是在投资者的层面来交纳，就像一个信托的受益人一样。每个 sub fund 也有资格成为 emit 这个税收目的，这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税收优势，比如说降低外国受益人的预体税的税率，或取得固定信托 fixed trust 资格等。好，最后我们来讲讲已经在征求意见稿中发布的员工持股 ESS Employee Share Scheme 计划它这块的一些修订。这些修订的目的是使企业更容易提供员工 ESS 计划，取消在员工停止就业时产生 ESS 计划的征税点。取消这个征税点呢是有所帮助的，因为这意味着员工只会在他们获得可用于支付税收成本的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征税。比如说在股份 vest 的时间，或者在取消股份销售限制的时间。打比方，如果不取消这个征税点，当员工离职的时候，他们需要将自己持有的员工股份进行交税，但是有可能这些股份因为有销售的限制是无法出售，那员工也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个税收。好，那以下是一些联邦预算中主要的税务措施分享给大家。我这里呢就讲到，我现在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Vincent， 我把这个话筒转给你。好，谢谢 James。 大家好，我是Brisbane 的 Vincent， 我是我们的 Business Services 的合伙人。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个税务的更新。刚才 James 说到，我觉得那个 VIT 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我们新加坡的同事聊到金融工具的方面，也非常高兴看到澳洲有更多更新的金融工具供给这个投资者使用。因为澳洲总体来讲税收还是比较高，因为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呢，也就意味着大家有对于投资者来说有更好的一些个使用的税务灵活度。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疫情呢变化的也是比较快。上一波呢大家都还记得联邦政府有留职补贴。那目前来看呢新州和维州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峻。其实我们感觉呢跟去年相比，这个时候相比呢也没有好多少。但是联邦政府似乎呢对于留职补贴和联邦政府的一些个补助呢还是咬得比较死。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可用的补贴的一些状况。这一轮补贴呢联邦政府其实也只给出了一些很少的一些帮助，但是跟留职补贴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呢这个补贴呢主要是针对员工自己来申请。
过去留职补贴呢，主要是虽然也是给员工，但是还是要经过雇主来申请，通过雇主把这个钱 pass 给员工。那这次呢，是由员工来申请。目前我们把这个几个目前几个大的州，就是像西澳呀、新州、维州、昆州，还有这个北领那个北领地、南澳和 ACT 都放在这上面进行一些比较。那对于这个受到影响的员工，特别是他们叫 Commonwealth Hotspot， 就是在联邦政府级别被认定为热点地区呢，如果你员工认为在每个礼拜这个被影响了，他的工时减少了，特别是针对打零工啊、散工啊，或者说是在零售业做的一些个员工呢，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封城，那么减少呢20个小时以上呢，会得到一个750美元的澳币的补贴。相应来说影响更大的话就会稍微大概是20小时以上是750，然后减少8小时到20小时呢是450。这个数字呢看起来和去年的留职补贴相比是少了很多，而且申请呢是通过员工的 MyGov 进行申请，所以看来联邦政府在这次呢并没有大量的开始撒钱，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各州政府呢因为各州的疫情不太一样，所以每州对企业的补助呢也是有所区别。那也大家也知道，新南威尔士州目前疫情相对来说会稍微严重一点，所以新南威尔士州的补助力度稍微也是大了一点。大概如果是说您再有一个生意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话，如果能够证明销售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超过30%啊，30到50%之间，超过70%呢，都会有一次一次性的补助，7500、1万、1万5。但总体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比较呢，总体感觉州政府好像还是没有联邦政府这么有钱，所以给出的补助呢大概都是以这种一次性的补助为主。具体到这个有一些跟大家说一些亮点的地方呢，比如说新南威尔士州如果是销售收入在7万5到2亿5的这个销售收入的时候呢如果能够证明营业额减少了30%，那么他会这个补助会稍微高一点，那么也就是说税前工资的每周工资的每2周的40%呢州政府会补贴给这个企业。那大家都知道在封城期间呢，特别是针对零售业呢很多企业其实遭受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那希望这些钱呢能够帮助这个企业渡过难关。那每个州呢都还不太一样，在提供这些数据的时候也请您跟咨询您的会计师通常我们是通过这个 BAS Business Activity Statements 出具会计师信的方式呢向州政府提供这些资料。我们目前感觉呢各州的审批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就是如果提交以后通常来讲会马上审批马上打钱。去年在做留职补贴的时候呢联邦政府一直不断的强调说如果有任何的 fraud 有任何诈骗行为他们会开始审计，但是呢今年的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还没有见到大规模的审计到来，就新一波疫情就先到来了，所以说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拭目以待，看看联邦政府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个帮助。每周的因为补贴的细节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如果针对到某一个州，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当地州税，就是 OSR， 一般像例如昆州的 Office of State Revenue， 每一周呢都有州税的网页，然后也可以咨询您的会计师，也可以咨询我们。是补助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在 ATO 最近这个税务局给出的一些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一些个 tax warning， 就是一些警告。有这么给的警告其实最近还是蛮多的，因为可能跟政府缺钱也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审计的力度还是比较大。我们拿出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亮点的或者说和我们客户啊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跟大家做一些个简单的分析。比如说一些个data matching， 我们最近会看到针对某些个高净值的人群政府开始了这个因为 data matching 因为信息对称而引出的一些审计或者是询问。大概data matching 做大数据比较的时候呢有以下几点比如说家庭资产房产呀包括在名下的一些车呀什么这些资产家庭的收入生活的方式比如用奢侈品旅游等等然后还有一些针对自雇市场工资与个人实际收入的比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这么说可能听起来还是有点干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我是一个纳税人，我年啊、家庭年收入是100,000澳元啊、但是我呢家庭资产，我的房产大概值500,000澳元，那我呢每年要有这个比较豪华的，过去三年四年，在假如说在封城之前比较豪华的旅游支出啊，我有一些豪车呀啊，我假如说我有一台法拉利在我的名下呀，然后呢我呢这个生意呢又是我自己的，那我是作为啊 managing director， 我作为公司的一把手，其实每年只拿100,000澳币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会引起税务局的注意，因为他觉得说啊，首先你这个100,000的收入无法支持你啊500,000澳币这个豪宅，也没有办法去支出啊支持你的这种比较啊奢华的生活方式、奢华的交通工具。那你本身作为一个很赚钱公司的一把手来说呢，啊主要经营者来说呢，你拿100,000块钱的工资呢，似乎又偏离了市场。嗯，那所以因为这种方式呢。税务局就开始进行一些询问或者审计，这也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一些相应的解释，比如说这是我啊、之前的既有财富也好呀，海外拿来的财富也好呀，还是说啊、我自雇，我不是属于 full time， 我是 part time 也好啊，肯定会有一些相对合理的解释。那这是我想这也是一个趋势，因为大数据越来越普及，所以因为大数据而对称出来的一些。trigger point 一些点也是成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呢这个下一步审计的一个方向。税务局呢同时也给了一个警示，就是当您有一个 investment property， 就是当您有一个投资房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漏报的现象，比如说漏报资本利得。很多人我有一个投资房卖掉了，赚了很多钱，我就没有报这个房，从第一时间就没有报，所以这也是一个啊稽查的一个重点。申请的抵扣过高，这也是啊很正常。比如说，为了啊营造更多的复购税，然后是、每年的租金没有很高，一个100,000的房子，每年租金可能有8万，但是却拿出了12万的抵扣，这也是税务局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资本性支出，比如说我做了装修，我花了10万块钱把一个旧的房子装修了，然后但是呢，我一次性的把它全放到了今年的支出费用里面，这个也是税务局审查的重点，因为他期望你。是按照税法第40款是 Division 40来做啊若干年的折旧，而不是一次性的一个折旧。我相信呢很多听众呢是有投资房的，希望您在做报税的时候针对投资房也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刚才我提到这几点的一些啊自我评估。这个税务警示是关于这个 Bitcoin 啊、算加密货币吧啊。澳大利亚税务局呢提出一些数据，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呢认为从2020年开始呢，加密货币呢投资变得非常活跃。当然这是针对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来说，目前他认为呢有超过60万澳洲税务居民参与了加密货币的投资。加密货币就是通常我们说在这个比如说比特币啊、狗狗币啊等等这些加密货币。那他给了一个比较我认为我们之前还是说他的这个收入是不是。计税啊，很多人认为啊，加密货币的投资不是税收啊，或者加密货币的投资是不是计为资本利得？现在税务局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首先，加密货币，如果您是澳大利亚税务居民，加密货币的所这个赢得的收入是应税收入。第二一个就是它所带来的收入是资本利得，这一点是确认的。那所以，如果您有加密货币，同样您又是澳大利亚税务居民的话呢，我们希望澳大利亚税务局希望啊，您把它填到。这个报税单里面，今年那他也会啊给10万个已知的加密货币的澳大利亚的投资者发信，强调啊一定要把它记为应税的收入。澳大利亚就税务居民身份，刚才我的同事James 叶家总呢也提到了现在的新的轮的联邦预算呢要提出一些改革，那毕竟还没有改，是提出的改革，目前还没有变化。那我再跟大家温习一下他的，刚才也是叶家总也提到了，目前来说判定您为澳大利亚税务居民呢，我觉得有一些坑，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您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和您是澳大利亚居民这是两个概念。居民呢是基于澳大利亚移民法的定义，是 permanent resident， 但是税务居民的定义是基于税法，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在这放了一个小的图啊，就是说您虽然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citizen， 是您是公民，但它并不证明您就一定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因为税务居民是税法来定义的。刚才叶家总也提到了是183天测试啊，包括这个原住地测试、联邦的养老金测试等等。那么好了，
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啊，最近呢，一位74岁的老人阿德雷德的一个澳洲人呢，被面临刑事起诉啊，他是面临可能是高达20年的监禁，就是啊，通过某一些个信息对称啊，澳大利亚税务局发现呢，他有3850万澳元的欠税啊，这个基于他的海外收入。我们常年做税的啊，这些人呢其实是知道的，就是当澳大利亚税务局来审计到你，他给你做一些 default assessment， 他认为你这个有多少税收的时候呢，通常是基于很多啊他知道的或者是你说不清楚的一些个啊税前收入进行计算的。那我们反算过来，如果他要是啊个税的话啊，按照47%，那证明他应该有是瞒报了六七千万的这个收入。那六七千万来自于哪里呢？啊，这个就是大家一个关注的点。那他其实就啊海外信托，他在海外有信托，后来被澳洲政府发现了。很多人认为有海外信托是不是能够规避这个税收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在跟新加坡同事聊的时候，他也说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海内信托管理海内资产，海外信托管理海外资产，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说，如果当您是澳大利亚税务居民的时候，您使用海内信托也好，海外信托也好，管理海内资产、海外资产也好呢，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在管理上的方便，不一定能给您带来税务的优势。因为当把您评断为澳大利亚税务居民，就是刚才我之前说的，因为这些因素把您评断为澳大利亚税务居民以后呢，您即使在海外信托有收入，这些收入也很有可能被穿透这个信托而记为您在澳洲的收入。那如果澳大利亚税务局发现的话呢，这些收入也将在澳洲作为应税收入。所以请大家非常注意这一点，因为现在 CRS 也会变得比较普遍，很多国家之间进行信息互换很多人认为在海外的收入澳大利亚税务局不知道，或认为是非应税收入，但都会被澳大利亚政府知道，好吗？那我的这段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下面我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Leo。 好的，谢谢 Vincent 刚才的精彩分享。那大家好，也很高兴又在屏幕面前跟大家见面。那我是信用中和的 Leo。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呢，我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个澳大利亚税局在发布的一些这个税收裁定以及这个指导意见。那我这方面的话呢，主要会从两个方面着手，就是本地和国际税收。那么也请大家跟着我继续来进行这个探索。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澳洲本地的。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第一个在这里给大家要介绍的是这个叫税收裁定2021-5，这个呢是跟持有空置土地所产生费用的税务抵扣相关的一个 ruling。 那这个 ruling 目前为止呢还处于草稿阶段，也就是说供大家广泛的提出意见，并且要最终定稿。那么这个 ruling 主要呢是针对税法下我们一个叫 section 26-102的一个解读。首先呢，咱们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section 26-102的内容。那总体来说呢，这个 section 是限制了咱们纳税人在持有空置土地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费用进行税务抵扣的。那再细节一点，无论说这个土地呢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持有的，那么只要在2019年7月1号以后发生的与土地持有相关的这个支出，如果在这个期间土地上面呢没有正在被使用或者是可供使用的这种实质性或者永久性的结构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费用其实是不可以作为当年的税务抵扣的。那这个 ruling 呢也是主要是针对这个 section 的一些重点的定义以及一些可能不适用的条件做了一些详细的解读和解释。那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的限制下呢，其实也是有这么几种情况是可以视作这个 section 26-102呢是不适用的。首先就是一些实体，如果这片土地呢是由类似于比如说公司结构或者是 super 或者是public unit trust 或者管理投资信托这一类的实体来持有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考虑这个 section 的限制的那这里呢也就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正在使用是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单位信托或者家庭信托来持有土地的时候，那如果受益人直接是个人的情况下，那其实很有可能是不属于这个豁免范围，从而导致这个 section 会引起大家的这个限制。在此外呢，就是
如果是这个地呢，土地呢是正在使用或者是可以用于经营业务的土地，也是不受这项法规影响的。那么这个 ruling 呢，也是在围绕这一点也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 ruling 指出，我主要考虑的呢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土地上面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实质性或者永久的结构。第二个，这个结构是不是正在被使用或者说可以供使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跟土地或者经营有没有足够的一些联系。那么在这个 ruling 中呢，其实有一系列的例子了。那首先针对这个土地上有没有永久性的结构这一点的话呢，这个 ruling 其实是给出了两个非常直接的例子。第一个呢是说，一个纳税人买了一块空置的土地，准备做这个住宅开发。那在这一部分这个期间呢，这块土地上我放了一些这个简单的栅栏啊或者 shed 来存放我的一些工具。那这个呢，很显然就不会被视作一个实质性的结构在这个土地上。那么呢，与土地实际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联系。与之相反的话呢，另一个例子是说，我这个纳税人呢，我拥有一个100公亩的 farmland。那么在这个 farmland 上，我还有一个小房子供人居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认为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所谓的永久性的一个实质结构，并且呢，在这个 farmland 运营中呢，也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资产。所以这里呢，也就强调我们现在第一个知识点，就是说结构的面积与土地的大小相比，其实呢，其实是无关紧要的。那下边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呢，就是说，这个实质性结构是不是可以被视作正在使用或者说可供使用？那么对于大家比较常见的一种模式，可能是我有一片土地，上面已经有了一个住宅，但是呢，我现在想把它 knock down 重建或者是翻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税局的观点其实也是格外明确的。首先呢，在重建和翻新的这个阶段，如果这片土地上的房子是不符合人类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直到这个房屋可以达到合法居住的条件，比如说是我们拿到了这个 occupancy certificate 的时候，才可以满足这个实质性结构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期间，由于这个土地或者房屋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被视作受到这个 section 26-1-2这个限制。那这里的话呢，税局也额外澄清了一点，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房屋出租的时候，由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时间需要做一些 cleaning 啊，或者是 renovation 这部分的话，导致这个房间短期内没有办法可以出租，那这个呢其实是不要紧的，也不会影响这个永久性结构的这样一个实质。最后两点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在这个 ruling 里面澄清的一点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section 的限制，其实只是集中在土地持有方面的支出，比如说咱们土地贷款上面产生的利息，land tax, council rate 这些支出，那么与建造相关的这部分呢，是不包含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最后呢，这部分不可以支出的这个不可以作为抵扣的支出呢，其实是可以被计入到土地的这个税务成本里的，用于以后实际出售时候做的这个资本利得的计算。好，那是这个是第一个给大家拿出来分享的。那么下边一个 topic 呢，我今天列出来的呢是一个关于 ATO 近期发布这个高净值前500这个税务调查成果的一个报告。那刚才其实Vincent 的讲解中呢，其实也有简单的 touch 到这一点。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活动中呢，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ATO 针对比如说前100大型企业或者前1000大型企业的这个合理信任 Justified Trust Program 的审查，那以及相应的这些调查报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审计活动呢，其实也不光是只针对大型上市公司来的，那包括我们个人啊、私人企业啊等等，其实也是都在这个调查范围之内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主要从这方面来看一下税局目前的进展。那么这个 program 呢，首先是针对这种高净值或者是私人企业来的。那宗旨呢，也是要想说通过这个针对企业税务管控以及这个风险控制，对这样的一个控制进行测评，以确保呢企业有足够的内控机制，可以保证税务申报的这个完整性和准确性。那大家可以看到，基于这个前500的这个审计结果，那目前咱们看到这份数据呢，其实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的，那是结束了403家，那么只有不到一半企业
是取得了所谓的这个 justified trust， 或者是接近并在努力达到 justified trust 这个道路上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影响因素 ATO 所发布的呢，是主要是这样类型的企业税务内控的缺失，以及这个税务内控程序的一个成熟度 的这个不足。不光是咱们所说的可能大家比较常听见的就是税务管理文档的一个建立，其实还包括了在实操过程中针对这个税务信息完整性以及针对重点岗位这个税务风险的管控这样的一个缺失。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较这个咱们大型上市公司相比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点。那么在这一轮的审计中 ATO 所关注到或者调查出来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在这里也给大家简单列出来了一下。首先呢就是针对这个收入和支出方面，它是经营性还是资本性的判断。那这个呢尤其是在这个 property development 就是房地产行业呢其实更加明显。再有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利润返还的时候，这个针对比如说 Division 7A 啊信托基金架构或者资管养老金这种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的使用。其次呢是这种不合规的这个研发费用的判定。还有呢就是乱用这个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不合规或者不合理的国际关联方交易。那么今天为什么会特意把这个前五百拿出来给大家呈现一下呢？首先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因为这个 program 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呢将会继续扩张到这个我们现在叫 next 5000， 就是下进一步的5000个。那么并且呢这一部分审计的门槛相应也降低了。那么刚才 Vincent 提到 ATO 有自己的数据匹配，那么 ATO 自己的数据匹配中呢，如果说监测到集团或者个人这个资产呢是达到了5000万澳币以上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被纳入这个范围。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讲座的同时呢，这个 program 其实已经开始了，并且预计到2023年应该是可以做完。那么这一部分的审计呢主要有四个方向的重点，其实和大型企业也相对类似。其中包括就是有效的税收治理啊，包括税局已经向这个公众提出来的这个税务风险。那经常参加我们讲座的各位呢其实对这方面可能理解会更深一些。再有呢就是新型或者重大交易的这个税务处理的解释，还有就是会计和这个税务之间成果差异的一些解释。那么对于更加细节的一些关注重点呢，我们今天就不做这种非常详细的解读。我相信在屏幕前的各位可能已经有一部分收到了这个 ATO 的关于这个 Next 5000 的来信了，或者的话呢ATO 的信呢有可能也正在路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这一章划重点的部分，就是说我提醒大家尽早开始做准备。没有形成文件支持的这个 governance 税务治理文档的或者是实操手册的这部分呢，尽快把它形成文件。针对 ATO 关注的这四大重点呢也尽早进行自检，并且提前准备好一些相应的这个证明文件。如果说发现中间我们有一些错报或者漏报的环节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做出这个 voluntary disclosure。那我们自己的税务团队呢，从协助大型公司到现在的这个 top 5000 以及这个top 500以及 top 5000，都已经协助了很多客户来应对类似的一个审计。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topic 我们来换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税务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呢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OECD BEPS 2.0 的行动上。那 BEPS 呢就是这个反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那么可以说 BEPS 2.0 的实施将有可能代表了咱们近年来针对国际税收系统上最大的一个改变。那么首先呢我还是可以简单来介绍一下 BEPS 的这个背景。 BEPS 2.0 其实背后的这个推动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近年来这个经济活动不断的数字化，那在提高效率然后促进增长推动创新的同时呢，其实是给这个税收领域呢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其中最明显的呢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方面，其中呢就体现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如何来在各个管辖区之间来分配这个跨境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所得。归根结底呢，这个数字的这个经济的数字化其实给这个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一个便利的。为了解决咱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税收挑战，有一些国家是采取了一些所谓的单边政策，
比如说征收一个单独的数字服务税等等。那么这些单边的措施呢，其实是给纳税人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税收成本和合规成本的，并且呢还会对这个跨境商业活动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经济背景下呢，经合组织呢也是开始寻求一个全球可以共识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个数字经济化对税收所带来的挑战。那么也发布了这个两大支柱意见，构成了这个 BEPS 2.0 的倡议。那么这些意见呢，其实已经在2021年，就咱们今年7月1号得到了139个成员这个成员国或者辖区成员中130位的支持。那么更加细节的一些这个实施意见呢，也预计将在今年的10月份来出台，并且预计2023年开始正式实施。那么 BEPS 2.0 的建议呢，其实对现行的国际税收体制其实会有两大方面的一个修订。一个呢是针对跨国企业全球利润在各个管辖区之间重新划分这个征税权，那么目前为止是预期是基于市场管辖区来认定的，那么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集中用户在哪就认定这个是在这个实际的利润是在哪里分割的，那么而不是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关于这个常设机构或者 PE 的这样一个认定。那目前为止呢，对于这项重大修订的适用门槛是全球营业额超过200亿欧元的这样的企业，并且呢利润率税前利润率是超过 10% 的这样的集团。对，那么第二项重大的修订呢，是设立了一个全球最低的一个标准税率，就是 15%。 如果说对于不达标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那么在这项这个大的修订来讲的话，简单可以理解为跨国企业在每一个国家它的有效税率都需要至少是 15%。 那目前为止这一部分的这个适用门槛呢是 7.5 亿欧元的一个门槛。那这个 7.5 亿欧元呢，一般来讲就可以根据咱们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 CBC reporting 国别报告中很明显的可以体现出来。那在这里大家不难看出啊，这个 BEPS 2.0 的潜在影响其实是多行业的，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只觉得这些是这种所谓的 soft 比如说 software company 软件公司啊，什么 Apple Google 啊这类的企业，并且呢针对咱们跨国企业的这个应交税款、有效税率、资本结构、无形资产归属地或者商业模式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受到这个 BEPS 2.0 的重大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计划将对这一部分修订的内容呢进行一个持续的追踪，在未来的活动中呢给大家做一个持续的更新，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那么下边的时间呢我交给我同事 Michael 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近期重大的这个税务案件。好的谢谢 Leo 精彩的分享。大家下午好，我是悉尼办公室的 Michael。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本地有什么比较值得关注的案例。那第一个案例呢是和矿业企业相关的。那大家也知道澳大利亚的税法中为矿企提供了非常大量的税务优惠政策，特别是鼓励探矿活动。那大部分与探矿相关的费用呢，不管是否是资本性质的，都有可能在当年作为一次性抵扣。同时如果购买一些折旧性的资产用于探矿活动时，在第一次使用的当年，税法也是允许企业将全部的成本一次性的折旧出去。那这个就是 40-80 的这个法条，那也是今天这个案例关注的重点。那我们先来大致介绍一下背景吧。那壳牌能源、雪佛龙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公司在澳洲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 Joint Venture。 那这些合资企业呢的主要资产就是从政府获得的七个外海天然气的探矿权。那在2012年的时候，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壳牌决定用23个亿从雪佛龙那边买了雪佛龙在合资企业里面的权益，这会让壳牌在这两个合资企业里面的权益提升至 35% 及 25%。 那在交易完成以后，壳牌就想使用这个 40-80 的法条把所有的购买成本在2012年一次性折旧出去，但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局并不同意这样的税务处理。
那么双方争议的重点在于，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壳牌已经持有了这个合资 企业的权益的情况下，这些额外购买的权益是否能作为一个折旧资产。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些额外的权益是否能够被用于天然气的勘探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在实际情况中，壳牌是不是有将这些权益用在了这些勘探活动中。那为了准备这个案例，壳牌也递交了大量与这个交易相关的资料。在审阅了相关的材料以后呢，法院认定在这些合资企业中的权益啊，实际上就是那七个外海探矿权上的权益，所以说是一个可折旧性资产。因为在澳大利亚的税法中，探矿权是被视为一个可折旧的无形资产的。那至于这些权益如何能够应用在这个探矿活动中呢，那个法院也同意了壳牌的说法。壳牌认为呢，说如果我们在合资企业中增加了我们的权益，那么就意味着壳牌在这些合资企业中的决定权也被提高了，所以它能够影响这些合资企业的运营方向。那至于壳牌如何能够应用这些额外的权益来进行天然气勘探呢，壳牌递交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分析。他认为总共有八种不同的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在合资企业上有了这些的额外的权益才能够开展的。那法院经过审阅同意了其中的三种，但是呢，在最后判决的时候，法院同时还认为说，如果你仅仅是只是持有这些额外的权益而不能被认为有使用的话，那也是不能做抵扣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壳牌使用了他们的这些决定权来影响这个合资企业运营的方向的时候，才能被认定为使用了这些额外的权益。所以到最后，即使是整个合资公司里面有七个天然气的探矿权，那法院认为只有与其中六个相关的费用能够在2012年当年一次性折旧出去。那从这个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对这个矿业公司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申请这个4080优惠的时候呢，重点是要放在这个资产的一个是这个资产的认定，以及什么时候这个资产被使用在探矿活动上。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与非澳大利亚纳税居民的资本利得税豁免相关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活动中其实已经提及到了这个 Green Seal 的这个 case。 那最近呢，这个案例的上诉被那 Full Federal Court 给驳回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案例的相关税务处理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海外居民在澳大利亚设立了一个 discretionary trust， 就是家庭信托，或者是叫做全权信托。在这个信托中呢，持有大量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股票。当这个信托出售了这些股票，并获得了很大的资本利得，于是这个信托就在同年把全部的资本利得都分配给了这个海外居民。这些出售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呢，都不是应税的澳大利亚不动产。那么澳大利亚税务局认为说，这些资本利得是不符合这个非纳税居民的资本利得税豁免的条件，因为这些资本利得是由澳大利亚的信托获得的，所以需要在澳大利亚缴税。但是纳税人认为说，信托只是一个信任，一段信任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些资本利得应当被视为是由海外纳税人所获得的，所以是符合资本利得税豁免的条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法规。首先呢，是就是在1936年那版的税法中有规定，98条有规定说，受托人就是 trustee， 必须要为海外受益人在澳大利亚的应税收入进行代缴。那因为资本利得税方面有许多优惠的政策，所以呢，政府就在1997年的税法中也加入了新的条款，明确了信托所获得的这项资本利得应当被视为是由受益人直接获得的，然后再通过刚刚提到的98条由受托人进行代缴。那在资本利得税的条款是在第855条中提出的，那他讲的是如果非澳大利亚的居民在澳洲获得了资本利得，
如果这个资产并不是属于应税澳大利亚不动产的话，那么所有的资本利得在澳大利亚都可以做到免税。这里所谓的应税澳大利亚资产主要就是指的是澳大利亚的不动产与矿权等。所以呢，在当前这个案例中，澳大利亚上市的公司的股票是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海外纳税人他直接持有并且出售这些股票的话，在澳大利亚是完全免税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在中间插了一个这样的家庭信托，这个豁免是否还能适用呢？那争论的其实重点就是说，在法律中115条虽然说是受益人直接获得了资本利得，但是这个只是说是一个叮咛的 relationship， 它是否还是符合资本利得税豁免的一个要求。于是法院呢就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解读后认定其实这是不符合的。那这个结论主要是依据资本利得税豁免法规中的那个法条本身的语言分析得出的，因为根据那个法条上面说，能够豁免的资本利得是需要从一个资本利得税事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CGT tax event 上得到的一个 CGT gain。 但是呢，在115条中只是定或者说是受益人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资本利得，但是资本利得这个事件就是 CGT event itself 还是发生在了信托的这个层面，所以说是无法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获得资本利得税豁免的。那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就提醒在座的海外纳税居民，如果在投资澳大利亚的时候，特别是准备投资非应税的不动产的时候，要更加谨慎的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投资实体。在使用信托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是否是使用固定信托而不是家庭信托这样的方式，来避免以上案例中的一些结果。那以上就是今天税务方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审计方面的专家 Naval 和 Bessie 来分享一下近期财会方面的更新。好的，谢谢 Michael， 谢谢我们税务部的同事啊。那这个枯燥的复杂的税务制更新终于讲完了，大家好样的，能坚持到现在。后面是好玩的财务部分。我们上次讲过了特殊目的财务报告的废止，如果大家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频道找到上期的录像，做一个快速的回顾哈。在这里就是对于大部分中资企业来说呢，财年年底为12月31日，那2022年财年就必须要实行新的规定了。如果您现在适用的就是全尺度的一般目的财务报告，那您延续就好。如果您是 General Purpose RDR， 就是 Reduced Disclosure Requirement， 那现在要改成 SDS， 就是 Simplified Disclosure Standard。 如果您用的是特殊目的的财务报表，那从2021年7月或者是2022年1月就要开始适用 SDS 了。如果您目前用的是特殊目的的财报，并且没有完全的满足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那我强烈建议您今年2021年6月30日或者是12月31日年底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试用 SDS， 因为期初比较数据可以沿用上期特殊目的财报下的期末数，只需要将所有的所有者权益做一个 reconciliation 在披露里面披露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描述性的披露，比较的简单。如果没有提前试用的话，可能会需要根据差错更正或者是首次试用会计准则来做整体报表的重述，那是非常的麻烦的。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把 RDR and SDS 做一个对比。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只点出最主要的以及和大多数企业都适用的一些变化。那信用澳洲呢有整套的 SDS 的 Disclosure Checklist， 我们会帮我们的客户完成披露的转换。SDS 的总体印象，我觉得披露内容的更改还是 make sense 的，业务简单的公司会更简洁，那会计难点多的需要判断多的，这个披露就增加了很多的内容。如表来看，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没有变化。权益变动表，就是 equity change in equity statement。如果报表期间的变动呢只有基本项目，那可以选择不编制，而且呢，但是需要在利润表的下方增加留存收益期初到期末的变动表。报表附注方面，我点出几个主要区别。首先，收入未实现的履约义务就是 PO。PO 的金额，未实现的 PO 的金额和信息呢，不再要写披露了。财务费用增加了本期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的披露。所得税增加了很多的信息，这里太多了，我就没有列下。比如说，如果税率有所变化的时候，那前期未确认的税务亏损又带来了税务收益的时候，那 deferred tax assets 前期减值本期转回的情况，那会计政策变更前期差错更正带来的税务影响等等都需要披露。但是停止经营业务所产生的损益对应的所得税的影响不再需要单独披露。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公允价值及信誉风险敞口不再要求披露。投资性房地产这有个对比，其实可以看出呢 ASB 1060要求所有以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负债均要披露确认公允价值的方法及重要的假设。无形资产也是这个情况，在公允价值计价下的无形资产要披露是否有独立的评估师参与确定公允价值，还有就是确认确定方法与重大的假设。但增加值按自行开发或者购买分开披露的这个要求取消了。租赁准则下 ROU 资产的比较期变动以及因分租和销售租回等交易这个 ROU 资产带来的损益呢不再要求披露。金融工具下有一个重要变动，就是在报告期，如果在报告期前你有没有补救的贷款的拖欠或者是违约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和金额现在都需要披露，并且呢需要披露在财务报表签发日，比如说你12月底的4月底签发，那在这个之前这个我们叫 subsequent event period 是否有补救，并且与贷款方重谈的一些贷款条件都需要披露。同时呢也有一些简化的披露，比如说金融资产的重新分类 reclassification， 设定金融负债为 fair value through P&L 的时候，还有 hybrid instrument embedded embedded derivatives 就是衍生金融工具，这些都有适当的简化。最后 franking credit 账户审计费用以及主要营业地址现在都需要披露，尤其是您营业地址和您的注册地不一样的情况也要披露。所以如果您细看的话呢，其实就会发现这些披露的变化其实都是基于对应的会计准则的实质来的，是有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呢也是能够感觉到准则委员会的这个良苦用心哈。好的，那最后一棒交给在几乎没有疫情的西澳的 Neville， 我们非常的羡慕他哈。大家好，感谢Bessie 的精彩演讲，信息量非常大。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ASIC 相关的资讯。那首先呢，我们先回顾一下董事身份识别号。那在我们以往的培训中也提到过呢，2020年的时候立法通过，那要求所有的董事必须持有唯一的董事识别号。那一旦启用以后，将一直伴随着该董事，不论是在现在呢还是将来担任了任何的董事职位。那最新的进展呢，那启动的日期尚未确定，那主要是因为这个申请的流程呢那还属于这个政府部门的内测阶段，那我们会时刻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呢，那在以后的培训中跟大家介绍如果有最新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消费法案的变化。消费法涉及到商品价值的门槛有所提高那从原来的4万块钱到现在的10万。那对我们什么有什么影响呢？那对消费者来说呢，那是一件好事。那原来只有购买4万块钱以下的货物才能受到消费法的保护。那现在那你购买到10万块钱以内的产品呢也能受到保护，那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同样呢，对于供应商的企业来说呢，我们是建议需要审查其当前的产品内容，评估条款条件、保修政策，那确保呢不会在其权利以及补救措施方面呢误导消费者，那可以减少相应的风险。从会计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从四万这个门槛从4万调节到10万块钱的商品服务，是否我们的在账目上的保证金计提充分，那是否有应该有相应的货有负债的计算啊、披露啊等等条件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两个有关董事责任的案例。那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信息的获得。那汉姆女士和他人合开公司，那这个业务进展的也不是很顺利啊。那合作关系破裂了以后呢，那这个汉姆女士想获取公司的信息呢，但是公司的管理层拒绝提供，或者是不及时提供，那就是根据公司法，那法院就判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公司的法案，公司董事有权利查阅公司的财务文件，以及根据普通法拥有更广阔获取权利的获取文件的权利。那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呢，也有责任有义务向董事提供必要的信息。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有关工作场合健康和安全法案。这是就是在澳大利亚首例工业过失杀人案。Brisbane Auto Cycling 这家公司呢，一个员工因为在工作中死亡，那法院就认定这家公司未能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违反了昆士兰工作健康安全法。那董事应该负有直接的责任。那不但公司被罚款了300万澳币，同时董事也面临着10个月的监禁。那值得注意的一下，这个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案呢，在每个州它出台的时间都不太一样。那西澳最新的动态就是西澳在2020年刚刚 pass 的这个法案，所以董事在是有很有责任在这个保证工作的场所健康和安全。接下来是有关付款时间报告法案。这个付款时间报告法案呢，从1月1号开始实施。该制度主要是为大型的企业施加了新的义务。大型的企业在这种法案下呢，应该报告与小型企业供应商有关的付款条件和做法。它的目的呢，是解决延误付款的情况，提高小企业的现金流。这个法案呢提供了一个框架，那提高大企业采用就是支付的一个透明度。那它适用什么样的实体呢？这个适用于集团收入超过1亿，那如果集团内子公司的收入超过1000万的情况下，也是同样要作为汇报的实体。那在该制度下，汇报实体需要每年报告2次，每6个月1次。第一个6个月的报告呢，将覆盖2021年1月1号到6月30号的期间。那报告应该在2021年9月30号之前递交给监管机构。如果还没做的话的朋友们，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法案，还有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SIC 对2020年1231的财报复核的结果。那此次复核结果呢， ASIC 总共询问了85家上市公司，那其中呢针对22个事项询问了15家企业。那请大家关注一下右边的汇总表，在疫情的大环境影响下，减值以及资产价值的事项呢，
被询问了十次，那基本上是占有整个询问次数的50%。排名第二的询问事项呢是经营和财务分析的披露，那 ESIC 也是希望啊，在这个疫情情况下，能够这方面在 Director Report 董事会报告下的这个经营分析披露呢，能够高质量的呈现，那详细披露企业受疫情的影响。那此次复核的结果呢，共有两家公司需要调减资产价值，共调减的利润高达9000万澳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ESIC 对2021年6/30财报的关注点，那总共有5个关注点。可以看出啊，资产价值和财报和经营分析的披露仍然是重点关注。那首先是资产价值，那资产价值的话的重点的话基本上是长期资产，那 ESIC 自然是关注可回收的金额。那可回收的金额通常在市面上是很难去像股票一样去对比的，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用一个模型来计算出它这种可回收的金额。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模型中使用的数据参数一些假设，比如未来的现金流，那还有一些折现率啊，那就是相当使用的情况下需要相当的经受住考验了。特别是在疫情的条件下，那未来的现金流，那怎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呢？那就是就管理层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以及那折现率是否体现现在当前的风险水平呢，也应该关注。短期资产方面呢，比如说应收账款，那我们应该关注评估那预期的信用损失，那比如说你们公司的客户们是不是也相应的受到了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这个应收账款能不能及时收款，不能及时收款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一些减值风险，如果有的话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披露。刚才说到这个财报和经营财务分析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尤其是对于被疫情影响到经营的企业尤为的重要。那包括刚才说到的这第一点的模型的情况下，如果资产减值，资产发生了变化，那在这个模型中用的参数啊什么等等啊，增长率啊，然后现金流啊，这些都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详细的一些呈现披露。那管理层应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这个复杂这个社会会计分录，然后以及这个估计的情况下做出最佳判断。接下来可持续经营，那可持续经营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充分的分析这个大环境，还有我们自身的小环境，然后在财务的定稿之内资质存在的情况呢，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充分分析对我们自身的影响。如果在确定持续经营的涉及到不重大的判断的影响下呢，需要在财报中披露。那总结一下这三点哈，这三点的话对这个疫情就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这个财务人员应该就是详细的分析一下自身的情况，那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策重要的判断，那很有可能就要披露在财报上。第四点呢是气候事项，那气候事项的话我们应该关注气候事项分成两种，那就是有可调节的和不可调节的。那可调节的情况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很有可能就要调整做些调整联盟的资产价值、负债、收入、费用等。那如果是不调节数据的情况下也非常重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文字上的批复描述，然后批复在这个财报中的气候事项那个段落里面。最后一点呢是准备金，那此次这个 ESIC 关注的准备金呢主要是亏损合同那这个财务担保和重组部分。那接下来有关这个财务报告截止日期，那公司法的规定呢，上市公司、非上市披露实体、非上市的注册基金需要在年后的3个月内递交财报，那其他企业比如大型的私人公司需要在年后的4个月内递交财报。那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和审计师的紧缺， ESIC 这次是允许6/30的财报递交时间延期1个月，那这
延期的情况下，从去年疫情开始的话，都是有这种情况的。那如果未能及时递交财报，或者干脆就不交了，那就是有受到处罚的风险。那在2020-21年的财政年期间呢，那 ASIC 共起诉了13家未提交或者晚交财报的公司，那所受的罚金呢，从几千澳币到10,000多澳币不等。那部分企业虽然不用缴纳罚金，但是也是需要做出良好的行为保证。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呢，受到处罚的企业会在 ASIC 网站上公示披露，那这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名声。好，谢谢大家，我这部分就结束了。谢谢 Neville。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结束了。最后就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信永中华澳大利亚的支持。就像陈会长在开场的时候给我们讲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抱团取暖。那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几个就有信心和大家一同成长。休戚与共。那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见了，拜拜。